礼拜的运动的第二次的时间，那也是我目前上教练课的第四次。那这次用影片来记录，就是在一些训练上都会比较转向是复合式的训练。那整个过程中其实是真的蛮有感觉的，就像我上礼拜的腿部训练就非常的有感觉，今天就很酸很酸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让你们做个参考咯，我们来看看吧，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运动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Go! 手腕，整条手臂的时候。手肘不要往旁边，往后面收脚。压紧你那边背部，是脚跟部。因为我们家重量是在背面，所以我们的肚子要往后面，还弯一点，还弯一点。往前伸直，一样拉。